最后一个问题，你觉得弹德赛弹吉他弹得好还是弹得好？弹德赛虎烂倒是蛮厉害的。换边，喂，夹，推往外推，夹夹往外推，弓直背，大拇指，立，直腹，完手腕。洗干净哦，看 ，OK。现在收看的是《蓝色旋律》，走进蓝色，走入你的世界。Hello， 大家好，我是《蓝色旋律》的主持人，我是小克。我们今天要专访的人物，朋友们在我的右手边。小安 ，OK， 叫做逸婷。今天就是专访的内容，第一个就是首先想要说你们怎么开始组在一起又玩音乐。我们是因为就是有蓝天，对，在蓝天，然后有才有就是认识。那逸婷呢是怎么会就是认识的？也是在蓝天认识到，因为之前是帮他去做表演的那个规划，然后我们就刚好就这样相识，然后一起玩音乐。那在创作上面，你们能不能多分享，然后给就是镜头前面的朋友们，让他们知道，就是你们在做的音乐的形式啊，然后未来一些你们的动向。因为曲子是逸婷先做出来的，然后我那时候听，我觉得这首歌很还蛮，就是它的伴奏很好听。然后我那时候听了一阵子，然后我那时候写那个歌词的时候是我那时候自己有发生一些事情。就是我们家有发生一些事情，然后那首歌大概是在说，就是我们人生会有很多好的跟不好的事情，不过那些事情在就是我们的人生都只是过程，我们要从好的事情变得更好，然后从坏的事情汲取教训，然后忘记那些就是你觉得不是很好的过程，然后就是用这首歌慢慢的去复原你的状态。所以这首歌叫做过程。哇，那逸婷的吉他，我刚刚在听的时候，在后面这样听的时候，我哇，炫技很多哎。其实是比较模拟其他乐器的方式，去做编曲，但是就是都是用吉他去呈现，用一把吉他去呈现一整个乐团的感觉，这样。所以这个叫做 finger style， 或者是叫做指弹吉他。哇，那我们刚刚在听到的。歌声里面自己听到你很多的故事，然后你的歌声其实我在后面的时候其实就深深已经打动了我，不好意思在镜头先告白了、啊、好，我们现在要开始蓝色旋律的快问快答。小安，你就有3秒钟的时间抉择圈或叉，等一下的问题当中。好，我现在问你，你觉得逸婷弹得好吗？你觉得逸婷帅吗？你觉得逸婷是否单身？逸婷，你觉得小安唱得好吗？你觉得小安漂亮吗？你觉得小安会弹吉他吗？最后一个问题，你觉得弹德赛弹吉他弹得好还是弹得好？弹德赛，虎烂倒是蛮厉害。最后一个问题，哎，要注意了，就是你们未来就是音乐的动向啊，或者是你们的未来的展望，你们有什么规划？希望我们的音乐就是能够治愈人心，最主要是这样。
像不像其他音乐很嗨很嗨，但是我们希望我们的音乐是大家可以平常开心难过的时候都可以从手机里面放出来，让自己沉淀一下那种感觉。好，各位观众，我们今天的专访就是到此结束，所以我们要说艾莎，谢谢你们收看《蓝色旋律》，我们下次再见。只是太逼人，却不深，不是让你心疼。Hello，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要追踪、按赞、分享以及开启小铃铛哦！啊，还有我们的 FB 跟 IG， 赶快去追踪。